各位晚安，こんばんは。大家晚安，卡丘晚安。Let's go pink。大家晚安，浩一晚安，卡丘晚安，星宇晚安，哈哈。你名字改了，嗨晚安，少爷晚安，克里斯晚安，大家晚安，Pascal 晚安。我今天跟我妈出去。办了东西，好累哦。今天外面超热，叫晚安，九代晚安，关羽晚安。今天外面好热哦，然后我一回到家就真的好累好累，然后直接睡到晚餐，直接睡到晚餐时间，然后我就差不多。7:45睡醒，然后吃个晚餐，然后现在开播。吐司晚安，布达晚安，微如晚安，谢高晚安，谢谢那个送四叶草，北极熊晚安，微如晚安，我都没出门，没事，今天有点累累。北极熊晚安，范信官。三喜好大，三喜出来了，又晚安，小白兔晚安，谢啦谢谢送我7叶守护村，香港，今天只看1个小时吗？1个半小时，哈密切晚安，阿德森晚安。真喜又喜又愁，真的吗？大家都喜欢这次的主题吗？一姐晚安，睡着哦。台湾的哲是这样写哦，你这一呢？阿哲晚安，小小晚安，乐晚安，谢谢送行李箱，难怪就行时光仪。再见，好久不见哦。对呀、啊，爱心，好久没有存折见。一种，谢谢送我戳戳你，应该是吧？我不知道怎么打 Q，怎么打 Q？最近直播可能会少丢一点礼物，为了抽纸币，好哦。多多指定，谢谢夏夏送我啾啾你，谢谢愚人送玫瑰，谢谢。就这么的，哎呀，是我昨天动画撮ったから画角がいつもより上。我昨天拍的影片，所以手机我放了上面一点，是不是跟平常不太一样？杨小安。如果要写立卡检定吗？哦，对，我今天我有看到立卡检定，可是我是因为想大家面前玩，其实感觉好可怕。对呀，我看一下是谁，这是立卡的是谁做的？今天感觉好亮，好亮，这样呢？我在想是不是因为灯的关系？也是对，哼，我只有看到嘟嘴才能分辨跟平常有没有一样。好，什么？好期待明天7月怎么拍？安好晚安。我上庭三堂哦，那感觉可以，可以做做看。哎，你知道？哎，立刻有跟你们说，他有做我的检定，结果他考了几分吗？对，灯的关系。六考应该是明天，我已经照片都修好了，可是还在想要打什么比较好。连熟题目出来，经过检定的确跟平常不一样，更可爱。立刻没有跟你们说吗？哦，他分数超级低的，我还以为他至少感觉至少可以拿到80几分吧，结果没有，没有发现，
我的检定是真的有在看我的直播的人才会知道的。等你业配，对，他明天应该会跟你们说。我没有走心的，只是觉得好好笑。那结果我也考立卡检定，考得太烂的话怎么办呢？对，我至少一定要超过立卡的那种分数。滴溜滴溜要单飞，是有点低啊。对，一开居然是个直男，对啊，他没有看我直播啊，所以没办法。我有看直播也才八级，没看真的太难。对呀，可是他答对了，他居然那个刘家。五官里面最讨厌哪个部分？他居然答对了！哎呦，虽然我说不喜欢，但是还是有喜欢的部分呢。对，我也只能这样想。也不可能过，可是你怎么？那个怎么会答错？什么意思？英雄。我喜欢你一切，谢谢。有的题目只讲过一两次，所以就很难。对呀，我朋友没在看的都几乎满分了，看来我案例很成功，好厉害。好，我先找找看，一卡检定，可以传给我网站吗？我现在打开不了 DC，大家晚安。我现在要做 D 卡检定，粉丝做的啊，有了，呼呼，好期待啊！你能进 DC？现在不行，现在没办法。我忘记密码了，小霞，谢谢送我四叶草，晚安，好，甲乙真检定，当当，对，听说是上阿达省上庭升堂做的，OK，还没找到密码，我忘记了，但是我很懒得做。一个新的账号，好，加油！夏夏，谢谢送我手礼，你的分数应该不会低，因为满分快200哦，真的哦？好的，那我试试看。对，立卡考我的检定，结果他的分数没有很高。立卡的称号哦，这个我知道，我直接讲了。乙真的饭圈的粉丝名是哪一个呢？甜甜圈、大双打李宝，这个我知道。乙真的出生地呢？出生地，我知道他现在住哪里，可是出生地应该是这个吧？我们有把前面分数提高，OK。乙真最近家中养了一只宠物，请问是以下哪一个呢？哦，这个太简单了。宠物的身体颜色是什么呢？灰色。宠物姓名呢？哦，这个太简单。瑶 瑶，乙真的身高，这样看真的好高哦，165、175、185，185就是跟男生一样高。185太高了。应该很少，男生也很少有超过185的，175了。虽然175还是很高。乙真家的兄弟姐妹有哪些人呢？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对，一定是这个。对，她是大女儿。
下一个，你分数差不多已经已真了，是不是已真的题目比较简单？我不是男生，185路过，好高哦，好高，真的很高。已真的 catchphrase 正确的第一句是什么？我是长女丽卡，我是魔女丽卡，我是巫女丽卡，我是仙女丽卡。对，我知道，我是魔女丽卡。怡珍最近家中养的宠物走失了，请问是谁放掉脚上绑的飞行？哎 这个是真的看这几天的直播才知道的，后面很难蛮好，关恒晚安。他的题目后面很恐怖，好。怡珍有次在直播中要挑战自己制作黑胡椒铁面粉，但因为少了其中一个。材料，请问是奶油、黑胡椒、太白粉？好像是奶油，我记得印象中。我也有跟到这次的，我记得他有在铁板面，然后最后有一个，对，最后真的少了，我忘记是少了粉还是奶油，不太可能是黑胡椒吧？好，先。我记得是我的印象中应该是奶油，好，先跳过好了。请问提供这道菜色食谱给怡珍的饭是谁？善庭、暖风、生气堂？应该是暖风吧，感觉他很喜欢提供那个食谱。下一个，黑胡椒铁板面没有黑胡椒，用户名不能空白。晚安，你居然有看我几乎。我几乎每次都跟到啊，只是不一定每次都会看。不是，不会每，就是不会每分钟每几秒都有在看，就是至少会跟到，然后看一下他今天在做什么。来晚了，抱歉，刚刚才吃，辛苦了。Grace 讲晚安。好厉害哦！是一般的四叶草吗？还是黄金的四叶草？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抽到黄金的，好强哦！应该说每次都有去签到，但不会全部都看完。对，Grace 家晚安，阿鹏鹏晚安。对，我现在在做甲乙真检定。乙真讨厌的饮料是什么呢？可乐、奶茶、咖啡、啤酒，以上皆是一切，以上皆非。他不喜欢哦，谢谢 Grisha 的红包。我知道他不喜欢苦的东西，他不喜欢抹茶。我是最幸运的，谢谢红包。英雄，可是抹茶不在里面吗？他讨厌咖啡哦，对，等一下，他讨厌奶茶吗？可乐。还是都讨厌，这四个里面的话，最苦的是咖啡嘛，所以他应该不喜欢咖啡。可是啤酒也算是苦的。学校今天看到以上，其实他就对了。可是奶茶，他会讨厌奶茶吗？没有啊，他会喝珍珠奶茶，可是他不喜欢太苦的奶茶而已。可乐，他有说过不喜欢我。我想一下哦，不行，我一定要拿到很高分。迪卡的粉丝今天在做题，对。啤酒，讨厌我。好，因为我记得他喜欢奶茶，所以应该不是以上皆是。好，我选咖啡，希望答对。啊，可恶！咪咕晚安，看了问题需要问他本人了，他可能不知道。他有自己的坚定，我也不知道哎。牙冰可乐谢送行李箱，卢卡为什么怕鸽子呢？是不是鸟类都怕？为什么？我这特别讨厌鸽子，因为他们的行动都很奇怪。同时抽的两个是什么？拼不到火箭。英雄，好，下列
下列哪一样食物宜蒸就算冒着身体不适的风险要吃？麻辣锅、鲑鱼寿司、哈根达斯、Godiva 和牛，应该是麻辣锅。他很喜欢吃辣的。对啊，这样讲应该冒着身体不适，鲑鱼跟哈根达斯、Godiva 和牛，身体应该不会变不好吧？对。伊真在 Reset 公园担任中心位置的是哪一首歌呢？Pin to 48。请问伊真该曲目结尾是跟哪两位成员一起回到后台？哦，Pin to 48。这个我杰星跟果果，对，是的，你的不一定是啊。あれ、みつくんか、みっくんって呼んでた。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そうだよね。日本はもう9時ぐらいか。伊真的就有公演题目。好。伊真在还没入团前曾经参加了什么比赛呢？第一个不可能嘛。我知道他在那个公司。诶，どっちだろう？第二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东东。第三个是我们公，诶，不是，好言，不是好言，喜欢音乐吗？喜欢音乐。诶，应该是第二，中间这个。伊真在2周年演唱会唱到365天的纸飞机的时候，早场是在哪边？早场。好，我的话，早午场都在，以观众面视角，我都在右边。我记得迪卡也在我的附近，那应该是右边。我不晓得。对呀、啊，他又不是站在那个早场是17岁，那个 Twintel，他们跟栗子前辈站在中间，其他人都在拿那个纸飞机。完场忘记，哎，不是忘记早场还是早场是猜拳选拔吗？有点忘记。反正一真也不是猜拳选拔，也不是 U17，我也不是嘛，所以不太可能是中间。右边好了，晚场在哪边？好，一样右边。伊真在三当握手会的时候的服装颜色搭配下列三当他穿了什么？蝴蝶结，然后很像和服的黑跟白，黑跟红，黑为主，红为辅，红为主，黑为辅啊。应该是黑为主，对，我记得主就是红色。一真看你答错，你们不是同组的，不一定是同组的，对，因为那是舞蹈老师随便分的，说哦你在那边，你在那边，你在那边。一 真小学的时候在校族乐团表演哪首？这个我怎么可能会知道？想一下哦。校族乐团呢？Bon Jovi，It's My Life 不太可能呢、欸，我觉得 It's My Life 哎、欸、，We sing a song for the broken，噔噔噔噔噔，我觉得这首超级不适合，应该不是 It's My Life，可是我第一首跟第三首都没听过。You give love and bad name. Avril Lavigne, Conflict. 好吧，我选 Bon Jovi 的第一首，我也不确定。It's my life. 结果本人只对了79分，真的哦？那我看一下，我等一下，我已经回答到第21题。伊真的官方应援色是水蓝色加。
上下列哪种颜色？这个太夸张了吧！紫，你们看得到吗？紫色，可是深度不一样。上次你叫他唱给你听，对，我选 Avril Lavigne，我没有选 Avril Lavigne，是因为 Avril 的歌都很难唱，不太适合，对，不太适合乐团表演的。我觉得答案是以本人最为主。这个真的太扯了。还是我发现它的这里也是紫色，是不是这是提示？对，这边也是紫色，所以我是不是要选这个跟这个一样的颜色才是对的？对呀，如果这三个里面的话，应该是第一个。对，好。噔噔噔噔噔噔，OK，最后，感谢你的回答，别忘记追踪贾一真的 IG 哦，耶，OK，我居然错了，我只有127分，对，答完了，我看一下我哪里猜错。太白粉了，对，我也在想是不是，我记得他说少了，对，应该是，好，原来是太白粉，好，我以为是小麦粉，好吧，对，我的印象都是白色的东西，可是真的忘记，好。哦哟，以上皆是真假的。哎，迪卡，你讨厌奶茶哦？我记得你会喝啊，我记得你会喝。你只要是不要太苦的，你就会喝。然后啤酒，我想说，啤酒跟咖啡都是苦的嘛，所以你可能都不太喜欢。所以我选了咖啡，因为咖啡这里面特别苦的。哎哟。把它算了 看到以上皆是都要选，可是我不知道他不喜欢奶茶。对呀、啊，对，我选奶茶，我不喜欢喝，但是还是可以喝。了解，咖啡是酸，真的吗？我是觉得很苦，喝一点点可以。一针路卡减定多少分？一针现在讲吗？好吧，这里就算了。我原本要选抹茶，结果抹茶没有在里面，所以我在想，哦，境界测验我只有50分呢。哈，它在左边哦，一针应该只在左边，我都点布丁奶茶，对，布丁奶茶。奶茶是为了吃布丁，可恶！其实讨厌的是牛奶，好吧。最近有布丁拉面，我知道他很喜欢布丁。本人觉得答案有误，对啊，一正刚刚也说。他应该在都在左边。等一下，握手会的服装，三单，红为主，黑为辅，不是黑为主吗？我看一下，我真的记得那个衣服，底色是黑色，那就是黑为主哦，大家。你觉得呢，丽卡？你觉得你三单的时候，你穿的衣服是黑为主还是红为主？我看一下，我再看一下丽卡的那个。
个题我也错，对呀、啊，这一定是黑尾组吧？看一下，对呀、啊，黑尾组啊，底色是黑色的。然后啾啾是红色，对呀、虽然这样看红色的面那个面积比较大，本人都错，那还是本人检定。我只会问题，有些是上题，有些是生产出的，了解。卢卡检定我67分。好低哦，可是没关系，迪卡不是每一场都看我的直播，对，我的题目几乎都是直播的，我在直播的时候做的那题目，好吧，我还是觉得这是黑色底，黑色是底，然后红色是有一种配角的感觉。对呀、啊，而且你这个九就是可以拿掉的吗？好，我念下一个好了。一在小学的时候，校族乐团哦，居然是 It's My Life，哇，是什么乐团呢？唱歌的还是真的直笛的那种乐团吗？还是管乐团之类的？哦，好厉害哦！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一开始就是贝斯，所以感觉很难演奏。Written a song for a broken heart，噔噔噔噔噔噔，听一下。It's my life, it's now or never, I'm gonna live forever。所以明天我会去立刻直播看立刻直播说正确答案，好，没问题，好厉害哦，居然！对，那你，我先讲的，对，日本的搞笑艺人的那个主题曲。紫色题我有答对 ，OK，好吧，我只有127分。It's my life。对啊，中山肌肉，那个 Maki 尼哥，只有有看过的人才知道，好厉害哦，国小生哎。小学的时候演奏这首歌也太厉害了吧！这首歌是20年前的哦，那么以前的哦，我还以为是流行歌。对，中山肌肉，他真的超壮，原是搞笑艺人主题曲。对，我是这样学这首歌。OK，对啊，我还是跟那个三位说啊，就是暖风升堂。暂停，对，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帮怡珍做这么 好玩的检定。对，卢卡为什么讨厌牛奶？我讨厌的是冰的牛奶，就是不喜欢那个奶味。对，但是奶茶我可以喝，但是不能在早餐，但是我不喜欢早餐店的奶茶。胸肌很大，对呀、啊，我好久没有看到他哎。Luka 是不是从搞笑艺人学到很多歌？好像是哦。哎 他有 YouTube，他现在当 YouTuber 哎。
我想一下最近的搞笑艺人，在唱歌的是谁？最近好像流行的那个，kiss kiss kiss kiss，哒哒哒，critical hit，谢谢，请你送我一封信。我可能对于真了解不够。对啊，我考127分，有没有李宝比我考还要低的人？有人比我考还要低的吗？为什么 Luca 怕鸽子？是所有鸟类都怕吗？我本来就没有很喜欢鸟类，但是鸽子就特别怕。它们都很肥，然后它们飞的时候突然飞，超级就是会吓到我们。而且它们通常不是一只一只，就会都是在群体的，然后要飞的时候也是一起飞，超级恶心。然后走路的时候也是这样走路，然后配色也不好看。马来耶，你还想唱歌的有很多，在游戏《魔多少个 Forty》，可是他们唱歌是认真的唱歌，不是搞笑的唱歌。应该说，对呀，《魔多少个》我也知道，就是平常搞笑就是。平常做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不会特别唱歌，只是游戏《魔多扎卡》里面他们会唱。我很喜欢那个 Yulian 跟还有 Yoshiko Mahiru，他们是Ganbarirouya 对，他们三个人一起唱的歌，好像是失恋歌吧，我记得是吉本版 46里面的歌。企鹅、鸵鸟不会飞的呢？企鹅喜欢，鸵鸟不行，好恶心！我刚刚也一起考86分。哪首？我忘记歌名了。我不喜欢胖的鸟。鸟类走路好像都这样走，真的吗？可是麻雀不是用跳的吗？踢踢踢。对，好きになってごめんなさい。算是 unit 曲的样子，不是游戏摩托车。我记得吉本版里面也有分组，就是比较好看的跟比较搞笑的、比较有名的之类的。其实我没有去问答，如果换我出题，我想应该大家更低分。你要不要做做看？你说的哪首歌是游戏摩托车最有人气的歌？哦，真的哦，真假的哦，这是最有人气的歌。我只是觉得这首歌好可爱，原来是最有人气的。好像是20202月21号的歌。我先继续播。对，我今天跟我妈一起去见保姆，因为我妈，我原本在我妈的，我妈现在没有工作嘛，所以要重新申请那个健保的东西。可是我发现呢，个就是，那的咯。我现在就是一定要用自己的身份要申请健保，可是发现我现在每个月都要付800多块。那你什么山？等等，公园路那边，公园路，我不会说是哪里个人办健保，对，可是发现比之前还要贵，对。所以想说有点，哎 对，所以我现在是我是被保险人，然后卡妈在我的下面，该怎么讲呢？哦，谢谢小叶送我戳戳你，对，又要多一笔支出了，对呀，1个月800多真的好贵，你们都付多少？对，我相信有些人，对对，名下，我相信有些人都有，就是
在公司里面，然后从薪水那边就被扣掉，不能怪在卡妹公司那边吗？对，所以我今天查了一下，发现卡妈可以在卡妹的公司那边，可是我就不行。哦，没想到，没想到，没有工作的人，没有固定薪水的人付的钱，比卡妹他们还要多，有点难过。我也是800多，真的吗？啊，是因为学生的关系吗？对，我是因为没有固定薪水的关系，所以算是没有工作。对，公司从薪水扣也是扣很多，辛苦了。我健保费1000多，你说1个月吗？只能给直属亲属。对，兄弟姐妹不行。老健保扣起来1000多哦，劳保哦，对，劳保我就不知道了。谢谢强强厕所抽抽你，反正我跟卡妈都没有劳保，就只有，但是有资格可以加入健保，所以得现在加入。我是家人一起保，了解。你们的家人爸爸妈妈如果有在工作，有在，对，有在工作，然后。有固定薪水的话，你们好像可以这样。可是我的话不行。劳保扣下去快2000了，哇！是不是还有些公司是不是政府会补助，还是每个公司都是？因为公司的扣白分比较多，说个人分担会比较少。哦，了解。那如果卡妈在卡妹的名下，公司会付的钱会贵吗？有会变多吗？还是那是一样，只有一，那都是一样的。留下升格之后就要自己处理保险，我就算升格了，可能还是没办法哦。因为这个工，我们不算是员工，正式上也不一定是员工。这可能要问一下公司。反正研究生就没有固定薪水嘛，其实有工作的健保缴比较多，只是放在薪水扣比较没感觉。了解，也有可能是公司会帮你们付了一点点，可是还是会从薪水里面扣了一点点。对啊，这个的话有可能，不是公司员工，不是啊，不是，应该不是吧？我也不确定。对，真是真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确实不是公司员工。谢谢送我枫叶，我也每个月被扣3000，哇，好像讲过很多次，对啊，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我也不太想讲，反正就是卡妈可能就不用付那么多，可能就是看卡妹薪水吧，对。卡妹薪水越多，卡妈付的钱是不是就是也有可能就是多了一点点，但是还是应该不会超过我的800多吧。详细介绍玫瑰，健保是公司政府自己三方负担，如果没有公司就是政府60%自己。哦，如果没有公司就是政府六成，等一下啊，如果没有公司。政府60%，自己40%。哦，我懂，了解。那如果有公司的人的话，也有可能是自己30%，政府10%，公司60%之类的，是不是这样？我 percentage 我不知道，对。但是还是就是我个人要付的话，还是比较贵一点就对了。主播晚上好，晚安。了解，我懂了。对，反正卡妈就在卡妹那边就 OK，卡妹的名下就 OK，可是我就不行，我就不行，哎呀，每个月付800多，难过。艺人跟公司之间关系算，对，没错，我们有签约，可是对，跟一般公司不太一样，对。顺眼打的那个字我看不懂，你们看得懂就好，所以没有健保也没有劳保，对。比较特别一点的工作，印象中是这样，所以如果在卡妹那里，应该是妈妈要扣的比较少，对，
所以我今天直接问卡妹，卡妹说，卡妈应该可以啦，可是你的话应该不行。对，所以我有点，对啊，我现在我也觉得我应该不行，就跟跑 Uber Eats 一样，对，那对，应该是一样，用泰南字，对。不一定，健保是薪水越多付的越多哦，真的吗？我今天稍微有查，我看就是有负责，如果是负责人的话，差不多可能要付多少钱？然后，对，我记得是按照薪，每个月可以拿到的薪资，24000的人是最少的，然后就是越多越少，对，越多缴的越多。那也有可能是例外了，对，我也不太清楚。800多大概可以送一个爱的熊抱，对呀、啊，熊抱那好贵啊，对呀、啊，很贵呀、啊。而且我现在的电话费，哦，对，我有跟你们说吗？我现在电话费缴一年399，有签约的状态。高高晚安。对，我的健保费比我的电话费还要贵，突然觉得好贵哦。对呀、啊，如果有固定的薪资，可能觉得我800多没差没差，可是，唉，没有的话好可怕。对，网络上应该薪水越多付的越多，在网络上查的。看跟我结婚可不可以解决？对，听说配偶，如果我的。我结婚的对象有在公司的话，好像，对，好像可以在他的名下的样子。1年399超便宜，可是没有手机，对，一样4G 一年。啊，等一下，我讲了什么？一个月399啊，一个月399，然后一年的签约，讲错了，讲错了啦。800多还是很多，不可能是1年399，不可能。我吃到饱一个月就299，真的哦？为什么这么便宜？换成浪花才觉得贵啊，各位。哎，救我吧！为什么1年399这么便宜？是吃到饱吗？一个月399啦，哟！不要相信，不可能是1年399，不可能的，不可能。没有，可是签约只有一年呢，我还有2年可以这样。网络流量够用吗？是吃大饱没错，流量，你说速度吗？速度好像不会，速度好像就不会变慢。对，我是台大月光户手机收699，哦，了解，不一样，跟我不一样，1年399的一副卡直接电话。有配偶一样保在一起，除非有工作才可以分开。了解。对呀，好麻烦哦，健保。所以想问你们，你们都怎么付健保？所以我现在看好像都是你们的公司就帮你们扣扣扣扣。我用学生专案一个月也是488。刚刚听到一年，应该很多人的表情是。你们都没有怀疑吗？刘佳一定讲错了。哎，谢谢送我枫叶，先用再说，反正应该以后会跟你再谈。我的学生专也很贵，399只能指定一包申请，好便宜。对，可是我现在没有，我现在不能买新的手机。啊，毎月の出費が痛いぜ。老健保扣很多，对，一定很多，一定超多。有正职工作就一定是工资提分。知道你说错了，但想看你的反应。用正职工作哦，可是正式生，就算正式生，我也不确定他们有没有劳保。对，这个我就不确定。你要问他们，就算知道我也不会跟你们说。我们都对你的话深信不疑。
要安利一下神鞋吗？大家记得买七月的神鞋哦。感觉也问不出口，对啊，反正我生就知道了，妮卡早就走掉了，对，我超他看完我的分数，他可能就走掉。虽然健保贵，不过还是一定要保，是不是台湾人一定要保的保健保，还是可以不用？演艺人员跟一般劳工好像不一样，忘记是哪一类别的，完全不一样，对，完全不一样。一般劳工会有那个底薪嘛，可能就是有规定的多少以上才有，可是跟演艺人员完全没有关系的，对。所以有些人的就是薪水可能不会到一般劳工才可以拿到的那个底薪，对。看这个就看公司，完全不一样。我朋友他老婆外国人没健保，生个小孩只有50多，哇！好贵哦！其实要工作就要保劳保，有最低的额度。劳保的话，这可是还是要看哪一些工作。可以不保，只是出事会很伤。对，我自己觉得在台湾的话，还是保一下比较好。台湾人，对，我记得是半强制的，和救生，可以不要，但看病会超级贵。为了看病着想，还是有保比较好。健保是强制规定，有没有工作都要保。对，我记得你们一出生就要保那个健保。你是所有豆类食物都讨厌吗？没有啊，没有。有健保生小孩大概快10万块而已，还是很贵。对，可是没有健保就50万，差很多诶。在日本看病也不便宜吧？超贵的，对。对，听说美国超级贵，美国医保一年3000美金，哇！天中晚安，送我那个了。你们的话。真的要抢！我是国小6年级才有那个健保那个东西。对，我想要对，真的跟你们说的一样，差不多一次看诊500多，500台币吧，差不多对。健保是强制，如果没有保，事后还是会被追讨终端。日本成药很发达，而且比较有效。超哥晚安。对呀、啊，有健保看医生就150到200多，对，差不多。美国治疗个新冠肺炎住院到300多万，哇，500好贵，我以前也觉得很贵啊，可是真的没有加入健保，对，因为我们外国人不是强制的，可以自己选要不要。我现在也习惯150了。没缴健保前的期间不能享用健保给付，还会被罚钱。哦，了解。希望刘佳能再多一些工作，日文相关的应该有机会。对，希望有。对啊，我觉得玩可乐那个很好诶。说实话，曝光率也很多，然后还可以教大家日文。卢卡会去参加广告之类的筛选，有啊，我曾经有参加过2次，对，那个很难呢、欸，那个超难，就是因为报名的人不是十几个人，几乎都是超过100多个人，然后通常他们要的就是只有1两个人。Ronaldo 晚安，哦，大洛山晚安，那来当我家的家教好了。哪方面的广告？我不知道能不能讲，所以先不说，先不要说。跟什么有？
今天到十一点哦，对对对，今天到十一点，没有，已经确定没有上了，对。卢卡到我家就好了，有握手会记者。该买一下王可乐两套课程了，大概一支火箭的价钱，真假的？那么贵？你们真的要买吗？可是还是，对啊，还是有用的东西，对对对对对，有用的东西没错，不能说很贵啊，对。我之前学英文中文的时候，还是就是付了差不多的钱，我也不太清楚两套是多贵，听到火箭才知道多贵吗？我真的不知道价钱，我真的不知道价钱，我还以为课本一两本就是可能200多吧，没事啊，茶山真没赢过，那个真的太难，对，通常。不太可能通常要报名，不太可能只有我一个人会报名。通常他们会找公司，就是公司会找，就是可能派几个人一起去报名。对，学习语言值得，买大全套要3只手。哦，原来如此。对，200多太少。对，我现在想，我想的太美好了。都是讲晚安。对 MP3，可是你们是想要课本还是想听 MP3 而已？那 我是觉得，如果看那个真的学到，你们会认真学，然后真的学到日文的话，我是觉得值得。看法规全民健保不分国籍，有居留证，台湾待满6个月就那什么。什么意思？可是我之前我以前是还是法规变了，我以前真的没有，我是真的国小5年级还是6年级那时候才有才会才有才加入健保，Luca 有，应该说。6个月就可以加入健保，但是，不是，还是不是强制的吧？Luca 也有去那个娱乐城的面试吗？娱乐城是什么？应该没，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可能没有。想要 Luca 真人教学，想听 Luca 声音。对，我相信你们有些人其实日文的会话就没有问题。好，哭腔借给他们吧。关系方言喋りますか？わかるけど、あんまり喋りたくない。そう。うまくない。話し慣れてないので。そう。私が関西の言葉を喋ると、エセになっちゃうんですよ。エセ関西弁。そう。それは関西の方は喧嘩売ってるみたいな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で、言いません、私は。お父さんが神戸の人ですけど、で、お父さんが関西弁喋ってるのを聞いてますけど、私は普段話さないので話しません。岩崎ジーナス新角色吗？新角色？我不确定呢。麻油前辈拍的广告哦，那个我没有，那个我真的没有。对，那个有面试吗？我也不确定，有可能是公司他们说哦，我想用麻油，就直接指定，有可能，也有可能他一个人去面试。そう関西人が切れるかそう、そう関西の方を敵に回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ので。100多个人是一个人大概面试多久？不会很久诶。试镜那种东西就是呢，主要是拍影片、拍照为主，不太会讲话。
就说好，你这边走路看看，好，你现在跳一下，好，你现在唱歌唱歌，好，那简单的自我介绍吧之类的，嗯，主要是看我们的外表，嗯，对。卢卡，我有时候会看存档，听再见的意义，都有点想哭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回事。那首歌本来就蛮感动的歌，嗯。话说这点超重的东西还没有下文呢，哦，真的吗？再等一下下。卢卡从小读日侨学校，用标准语，其实日侨学校，嗯。三分之一是关西人，诶，应该说这样好了，五分之二是东京人，五分之1.5吧是关西人，其他就是啊，五分之一是台湾人，啊，台湾跟日本人的混血，然后再来五分之一就是别的地区来的。几乎都是东京，从东京来的人真的太多，超多，对，嗯，所以我们平常用的聊天的语言方言都是就是混着，有些人真的只会讲关西腔，嗯，そう、日本人学校の時は確かね、5分の2が関東の人で。まあ、東京らへん。で、5分の1が関西の方で、5分の1がハーフの人。で、その他5分の1がもう、まあ、山梨とか、北海道とか、ね、そういうとこから来た人。って感じかな。東京らへんから、関東方面から来る人の方が多かったから、標準語を喋る人が多かったけど、関西弁を喋って、もう普段で関西弁喋ってる人ももちろんいるので、そう。でも5分の1しかいないからね、関西の人、そう思うと。その関西から来た人も標準語を喋る。標準語に変えていく人の方が多かったかな。うん。我最近都在学医疗季节的日文原文书，台湾没翻成中文超难，加油！那种一定很难的。我要去偷。我朋友的，我有一个朋友有抽到，恭喜他了。日文会不会有问题啊？我讲日文你没有听懂，嗯？我没有听懂过，哪有？我听得懂啊！你不要这样讲啦。我手绘的时候你不是讲日文吗？我不会日文啊，真假的？对不起，我刚刚用日文说。李润成那是麻油之前上的节目认识，有可能，有可能，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可能要问麻油比较清楚。嘿，你想空班吗？还会分地缘哦，混国语、台语。山梨县是关西，不是？算是关东吗？有时候被分到关东，但是不是？也不，嗯，应该不算是关东，也不算是关西，但也不是中国。甲信越かな？甲信越ってわかるかな？甲信越そう、山梨はね、関西にも入れてもらえないしね、関西、まあ、もう絶対関西でもないし、ただ中部でもないんだよね。東京の隣にあるんだけど。甲信越地方、山梨县、长野县、新垣县吗？这三个县不会被分到关东，也不会被分到关西，也不会被分到中部。假新月，对。刚见面的时候，马上分说他是不是关西人吗？不会马上分得清楚。就是跟平常讲话的时候，有些单字的那个发音、口音，的确跟关东人不一样。那时候就问："哎，你是不是从关西那边来的？"嗯，关西人会给你糖果吗？那应我爸这样才会吧。
对，高兴一次，少看多高兴一次的感觉，少看多ではないんだよね、多分ね。あ、でもチューブなのかな、一応。发现算是中部地区诶，对，中。でもな、チューブって感じでもないんだよな。そう、なんか別。甲信越って考えた方がいいかもしれない。之前直播听到 Luca 说，富田新宣是偶像。对呀、啊，我们山梨县的偶像。用听的就知道是哪边来的，还是听不清楚。我只知道不是关东人而已。嗯，但是听不清楚。哦，他的口腔应该是从那个北海道来的，从青森来的，什么？这种没办法。七七会给你糖果吗？没有。あのね是敬语，不是。あのね不是敬语。チームメイトだと関東メンバーになっちゃうのかな？そう、だからね、わからないね。そう、関東甲信越地方っていう言い方で、ね、まとめられることが多いんだけど、まあ、本当は中部地方なのかな？そう。谢谢送我团子。例えばだけど、例如好了、就是假如。我们的那个，我们平常要那个粉啊，谢谢龟酱送的列车旅行，日文叫 kona，关东人说 kona，可是关西人会说 kona，そう、この前だって関西の方に、kona の話をして、あ、kona のことかって言われて、え、kona でしょみたいな。いや、kona だよ、kona とか言って、そう。だからね、使い慣れてる日本語の差だよね。不是コナン。コナ、コナ。周日，这周日会唱歌吗？好啊，可以。虽然我还没学那三首歌。有没有去过海底村？应该没有，我有点忘记。ダルゴナコーヒー。死亡学生不是コナン、コナン。原来海名吗？名古屋お名前の発音関東と違うよね。お名前の発音？お名前みたいな感じ？わ かんない。どういうことだろう。そう。コナとコナンはだいぶ違うと思う。あとね、靴と靴。靴。で、なんか、洋服？服？私は服って言ってたんだけど、服が正解みたいなんだよね。そう。あのね、山梨の人は服っていう。早く服着て服みたいな。本当は服らしいよ。服。その辺もちょっとわからない。発音。谢谢送的团子，谢谢送的四叶草。你西里的那所墨迹的墨迹的都通じないよね。不会日文一顿粗，这是日本住哪里？我们有些单字的那个，算是发音吗？不太一样，就是。跟台湾的台语一样，说、so、accent，我相信我也不太清楚，有可能北部的台语跟南部的台语有一点点差别，对，声调，对，有些，当然助词也不一样，语助词的话完全不一样，可是基本上名词不会变成，So, 冲绳，哇，完全不一样的。けど，有些名词的话，基本上只有那个 accent 发音会变，
就是咯吱咯吱而已。所以都听得懂哦，冲绳的我听不懂。ルカとルカどっちが正解？ルカです、ルカ。まあ要说ありがとうの時候也是大阪腔。ありがとうっていうの？ありがとう。冲绳是完全一个语言，对。なんだっけ？ハイサイとあと、あ、そう、太阳。冲绳的太阳，日文叫太阳。冲绳那边说 T 的，完全不一样。我刚刚看完可乐的网站，可不可以买只有一本课本？南哥的那一啥，算了。北部人有时候会听不懂客家腔，看看有没有，说不对，有一点点一样。冲绳我真的听不懂。巴勒西饮料吗？我不知道，日文也有声调吗？有啊有啊。对，麻友都说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とじゃない？ありがとう。差太多。あとなんだろう。ね、まあ、基本的にはね、一緒なんだけど。对，冲绳的冲绳话，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历史。台湾很多地方台语有特别的声调，对对对，有可能，对，有一点像那种感觉。南くるないさ这我知道，南くるないさってどういう意味だっけ？なんてことないよって意味だっけ？あ、なんとかなるだ、そうだそうだ、なんとかなるだ。南くるないさ。宜兰跟彰化还有海口腔，台湾一定也有，只是日本可能就是比较长。所以日本横に長いからね。だから場所によっては全然違うって感じかな。ね。よいしょ。あと30分だ。ケセラセラと同じ。あ、ケセラセラって何語だっけ？ケセラセラなるようになる。あ、もうそのままイタリア語だったっけな。ケセラセラ。スペイン語？あれ？何語だろう。あ、スペイン語、え？先生、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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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に。え、結局何語だろう。わかんない。スペインの語彙を使った言葉だけど、スペインでは使われない英語圏で作られた造語らしい。ってことは何語でもないってこと。そう、何語でもないみたいね。英語圏の人が作ったスペイン語っぽい言葉って感じで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しら。そう、なんかフランス語ね、セラビーって言うみたい。这样很好。这样很我好奇哦，会有因为声调误会意思的情况吗？哦，这个的话应该。目前没有发生，我跟朋友聊天没有发生过这样，所以应该没有。对。虽然声调不同，但是我们还是大概听得懂意思。日本主播一定要标准音，都会不确定音调，一定要查字典。对对对。通常我们就是日本的主播一讲错那个声调，会通常会就是重新讲。所以先送一封信。なんとかなるし、木の本さくらの子を父ちゃん。で、和製外来。和製ではないよね。音字外来语。で、不是日本人想的。日文好像有声调字典。对、没错。
ケセラセラボサノバの歌でしか知らない。そう。同じ。可以从前后文判断。不过前后文可以判断、顶多被笑一下。そう。そうだね。そう。那友達の話で通じなか、一瞬通じなかったのは多分粉。粉だ。うん。それだけかな。あとは、なんとなくわかる。嗯，好像有不露脸的家教系统，如果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打工？不露脸的哦，有这样的，在哪边？线上吗？いいんじゃない？そういうのやりたい。先说卢卡有去抢骷髅魔法师 iCash 吗？没有诶。谢谢林狗陪我去看烟火。盼盼。不露脸，干脆当 VTuber。どうも、キズナアイです。そう、キズナルカに、キズナルカ、いけると思うんだよね。ルカ在哪里学日文？我不会特别学日文。我电脑会考诶，你们会吗？ね、キズナイ、あとなんだ、で、ビ、知ってる VTuber。あとね、なんだっけ、なんだっけ、あ、かぐやるなさん。かぐやるなさん。なんだっけ。あの人の挨拶忘れちゃった。谢谢ビルさん玫瑰。不太懂 VTuber 的乐趣。我其实也不会，不太会看。当世上时代，今 VTuber 的誰が一番有名なの？啊，都是上时代。现在的 VTuber 我真的不知道。马娘也算是 VTuber 吗？VTuber。最近めちゃめちゃ増えてんだね。我刚刚查 VTuber， 结果出现了超多，哇，好多好多。他们都是新的角色，是不是？台湾也有 VTuber 吗？环金川是啊，啊，环金川噶，环金川。现在是木口的时代。VTube 基本就是看他们直播玩游戏、玩梗聊天、听他们唱歌。他们唱歌好听吗？VTuber 的特，我个人觉得 VTuber 的特色都是声音很好听，嗯，就是很像，他们讲话方式很像声优，不太像一般人的那个讲话方式。勉強になります。ゴールドシープ是。但马娘算是偶像团体，说中文的，嗯，说中文的，说英文的 VTuber 都有，我都不看那些的，真的吗？还有很搞笑，还会唱歌，都很符合 Luca， 真的吗？配音员在做的样子，嗯，台湾的也是配音员在做吗？有的尺度很大哦，什么事情都可以讲，是不是？有些是专门唱歌的，真的好听，但没。Luca 唱歌的马子，谢谢，谢谢雅雅冰可乐送我行李箱。那些声音应该也有经过后置或是特效处理，不，嗯，有可能哦。像那个 Kiss 男阿姨讲的话，好像不是，就是他本身的声音就是那样。Luca 拜拜，我的小妹妹。有开真，然后就被办，真假的？那我不能当了。亲爱的将军ですけど，我最喜欢的 VTuber 是コデミコ。哦，那我看一下，発音合ってる？コデミコかな？哦，很像。哦，跟日本的差很多，就是。なんだろう。わあ。
就是奥美的那种角色，基本都是自己原本的声音哦。了解，一个晚安。其实本部有偷偷在搞 VTuber 气功，真假的？你要开测试吗？没有啊，我不会特别想，可是有时候真的不小心讲到。本家算偷偷吗？嗯，如果先来帮自己的 VTuber 取名字，哎，哪里来一个呢？哪里来一个呢？みんなでもなんか本当にキャラクター、日本のやつはキャラクターみたいな名前つけてるんだね。日本的 VTuber 他们的名字都是很像，真的很像动漫里面的那种名字，嗯。蛮可爱的，なんだろうね。考えてみよう。今天才有一个开车 B2 背叛，然后后来回复，不小心就加速了。对呀、啊，他们就没什么限速啊，而且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他们里面的人是谁。那个の人とか言っちゃった。可是太可爱不露脸太可惜。3D 动画的工程师哦。不是昨天啊，还是不同人？嗯，昨天？ってことだ。そう、皆さん詳しい。知道都会被挖出来，真假的？那如果你喜欢的 VTuber 女生的很可爱的角色，里面是欧吉桑，你们会难过吗？就可以喜欢台湾的 YouTuber 浩哥跟阿汉，嗯，有时候会看这群人，我真的基本上只有看他们三个，对，很多知道是谁，真的，那个一个大概15000，哎，好贵哦，有这种可能吗？夜宵晚安。如果知道的话会吧，对呀、啊，有可能呢、啊，有可能。你有在看浩哥很好笑，我是那种人吗？可以追踪。你会哦哦哦哦吗？哦，浩哥才哦哦哦哦哦。便宜20000还好，因为声音太明显，只要用公开出来。讲过话都可能挖出来哦，了解。大叔用变声器当 VTuber 一点不令人意外呀、啊，对呀、啊，所以想说，如果你们喜欢的 VTuber 真的是大叔的话，有钱偶像也在做，他以前的事情随便都翻出来。所以啊，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じゃない？おじさん、VTuber の中身がおじさんでしたみたいな。VTuber 我就算在对面讲，就是有时候会事故，然后就是原本是角色，然后突然变成本人这样。大部分粉丝是不会去管中之人是谁，会或是长得怎么样。哦，了解，就是真的很像动漫的角色的样子。所以动漫角色也是里面有就是讲话的人嘛，就是声优，我们也不太会在意啊，我们可能会在意谁在配音，但是不太会在意那个声优，不太会影响到声优之前做过的什么什么的，好难解释。4月の写真見入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あ、本当？そう、私まだ写真あげてないから下あげよう。所以我不看 B。对，你看我们就好。我的声音很难分吗？而且中文没有分男生女生，用词更难分辨。会看 VTube 的人应该不会介意哦，了解。什么？应该说不会介意的人才会看 VTube。本来就会介意的人就是根本不会看。其实我是萝莉，都用大叔变声机变成大叔的声音。Luka 跟我一样，会不会声音少女真人大叔？
豪哥宇宙。日本有一个湖娘是大叔开的台 我之前是没有在看 YouTube 看日剧，有个大叔 VTuber 出现才知道，可能是，那 trap 搞不起来，应该有吧？现在游戏都有男生玩女角，ある意味水着より sexy だと思いました。ね、バーンと見せるよりああいう方がね、いいかもしれない。对对，会结义的不会看，还好刘卡长相跟声音都很完美，谢谢李冠。找女生来当很方便，找大叔反而麻烦。哦，そっか。まあでも確かにね、女の子がいるよね、基本的に。え、可恶，有一个那个 VTuber 已经有。叫卢卡的人已经有了，所以我不能用卢卡这个名字。嘿嘿，那你喜欢呢？我那个ポンちゃんにしようかな。なんか宮田のポンスケみたいな、宮田のポンちゃんみたいな感じで。やっぱでもキャラクターの外見は私とポンちゃんをミックスした感じ。あ、絶対売れるこれ。还是卢卡是居然用变声器钻出来的角色，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不是卢卡本人，也有可能是 3D。我期待夏夏哪一天变 VTuber，会不会其实卢卡是大叔变的？急にマジドンデュからつぼった。可以叫 Jackie，你还要用本名？你可以取名叫卢卡卡。Yusaki 的声音我就认不出来，这样用男生的声音，不用啊，不用很高很高的声音，就跟猫咪一样高。大家好，我是梁姐。那种 3D 艺术也太高级了，这样。其实我是 3D 角色。嘿嘿。卢卡有看过《闪耀爱的人》吗？说不定卢卡真实呢。没有看过，我花钱跟大叔握手。对，我有可能是25岁的欧吉桑哦，也不是啊，25岁不是欧吉桑啊，不对啊，对，有可能是52岁的欧吉桑。可能我给他 VTube 的时候可以给什么啊？本当？卢卡可能只是软体，对，唱歌也是用那声音吗？唱歌不行嘞。每个人的那个平常讲话的声音跟唱歌的声音是不一样。ポンちゃん泣いてるし。这种声音谁会推呀、啊？没人会推。大陆的直播软体可以大叔变真妹是没错。诶，我想玩玩看那种软体耶，我也想变成大叔的声音，男生的声音。大叔这么可爱，我也可以。真的是不分性别年龄。卢卡的直播每集开多少呢？啊，对，刚你们说昨天，哎呀，碰奖居然，还是前天，应该是昨天的早上5点的时候，碰奖突然咬我的这里，然后伤口一开始没有那么深，可是呢，我想说，我妈叫我赶快去用那个洗手，洗手间就是可以洗澡的那个地方，然后冲水，然后把里面的血挤出来，然后我真的很用力的挤，然后后来变成这边整个 OK 了，伤口其实没有很大，伤口就只有这样，虽然有点深，可是。伤口本身不会痛，现在我比较痛的是我那时候一直捏，我 OK 的部分比较痛，对，怕感染，所以才要就是，对，吉他都淤青。碰见有毒是吗？没有，猫的嘴巴很脏，有细菌。你行的时候看到它还在咬吗？叶 先生好忧伤，哎，好大的伤口哈。
おじさんおじさんに反応してしまいます。大丈夫よ、おじさんじゃないよ。可怕哈，对呀、啊，他平常在我的，啊，谢谢旅伴送的车车泥，就是碰仔平常在我的脚下睡觉嘛，然后有时候我可能就是睡一睡，然后就是动一动，然后我的脚不小心打到碰仔身上，然后他就很生气。自粛期間内で治るかな？多分治ると思う。でも治んなくてもファンデーション塗るから多分目立たないと思う。体柔らかい。ありがとう。谢谢クーちゃんさん、お疲れ様に。妊娠、就是他咬了，所以我才醒。我们，我原本就是真的睡觉，然后就是突然他咬我，所以我才吓到。他说哦，然后发现哦，碰巧咬我，然后我跟我妈一起睡嘛，我妈也醒了，然后我妈就负责骂碰巧，然后我就赶快冲一冲，然后挤一挤。谢谢那个手搓搓泥，碰巧很坏。浩哥有一个乐团在七月半，有唱一首浩哥宇宙热血的歌，好，我听听看。有插药吗？我有插这个，我有插这个东西。日本でいう赤チン。谢谢上一首搓搓泥。有可能压到他，不太可能会压，只是会有时候会碰到他。每次看破甲西服，你都可以嘞，真破黑。有没有回答他？有啊，破甲通常咬我，我就先打他。可是听说不能打他。谢谢谢老师，我戳戳你。我就先骂我破甲不行，不能这样。可是还是没有用。可能我们骂的没有。我们骂的不够凶就对了，谢谢送我抽抽你，谢谢送我好可爱的特效，和你在一起的呢，希望你早日康复奖。对，谢谢送我真情告白，谢谢大家送我礼物，很开心哦，谢谢博翰送我抽抽你，哎，博翰好久不见，谢谢烈哥送我行李箱，大家今天送我好多抽抽你，很开心。赤チン知ってるのに年齢差は読んでない。赤チンって言わないのこれ。シェシェクーちゃんさんもバイマーワンツー。シェシェ。待って、今なんて言うのこれ。普通に消毒液。バンニーチョン礼物特效。哦，原来。其实被卢卡打也是一种幸福。想被我打吗？别发碰奖去睡地板。碰奖最近就是早上四五点就是睡觉，然后我才，不是，他早上四五点就起床了，所以，我一看到他起床，我就让他出去外面睡觉。おじさん赤チン世代だから今風の呼び方があっても知らない。赤チン、なんかでも発売中止したらしいね。私も知らないよ、赤チン以外の言い方。マキロン。ほう。あ、ってことは赤チンって何？商品名だったの？台湾の这个叫什么？只能、就是、红红的消毒液。这种的，我是叫阿嘎金啊，优点哦，哎，对，真的真的上面写优点，所以你们用这个的时候都会说优点吗？要不要用优点之类的？打错字，就是想说你，我一开始想说你怎么突然说什么优点？塗ったら赤くなります。茶色っぽくなるかな。多分これ赤チンじゃないんだけど、赤チンに似てるから私が赤チンって言ってるだけで本当の呼び方は知らない。あ、でも違うわ、赤チンでいいのか。赤チンは商品名ではなくて、なるほど。赤いヨードチンキの意味で赤チンっていう。なるほどね。我的包包里必备物品。优点会用。哦。因为我不知道台湾这个叫怎么用？所以我问一下，我现在学到，什
そう、台湾だと要点っていうんだって、これ。赤チンの方が覚えやすくていいよね。你有优点吗？都会这样问。如果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叫优点，我可能会吓到，想说，那个怎么突然跟我说我有没有优点？そっか、用途近畿だから要点。確かに用途と要点似てるもんね。でね、その要点って呼び方ってなんか長所？そう、なんか台湾で言う字変えれば長所っていう意味になるのね。だから、もしこれの中国語知らない人がさ、突然さ、ルカちゃん長所ある？って聞いてきたらさ、え？って思うよね。え、私いいとこないの？みたいな。ルカの缺点大概就是缺点我。突然粉变仔。对啊、幸好有问。哦。そう、でもね、今の呼び方知らないけど、今流行ってんのかな？馬娘っていう、なんだろう、アニメというかゲームというか、アイドルグループというか、まあ、ウマ娘のみんなが歌ってる曲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その中の歌詞で赤チンって出てくるので、多分今の子供も赤チンって使います。安心しましょう。赤チン塗っても、なんだっけ？赤チン塗っても治んねえじゃんって、忘れちゃった。差点十一点加班。え？可愛い表情見て。不然、ルカ等等十一点又要加开了吗？这个误会大了，又是走心的一天。对，差点又要走心。对啊，有很多优点。对啊，我有很多优好不容易今天卢卡这么开心，没走心。才没有嘞，我也很少会走心。我怎么没有印象？就在 Uma Pure 里面呢。而且还出现两次诶，你可以查查看。赤金就是这个红色的消毒液的意思。我今天缺优点的希望都干啊！所以ことだね。今日は优点持ってないってこと。我今天缺优点。日本語も雑学も教えられるね。所以卢卡看完。还没看完，你可以帮我传给我那个网站吗？我好像没有优これがないって意味ね。ダジャレみたいだね。我有很多优点，我有好大一点优点。对，我有小小的优点。OK，差不多了，大家今天。我今天直播到这里喽，辛苦了辛苦了，你有看到我的优点吗？我在这，我都没优点嘞，我因为明天的优点呢，其实こっちの話なのか、あっちの話なのかちょっとわかんない。谢谢 Tara 三一个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我的优点能追掉别人。没错，我的优点是被碰奖就是被咬到的时候，对，那你等等哦，有人被碰奖咬到的时候，我一定会叫你们，现学现时，辛苦了。あれ、カードどこやったっけ？あれ？あ、あった。よいしょ。今天我要升个丹碰黑大将军。对啊，希望我的 OK 赶快变好，不要再变越来越黑了。我们怎么被碰奖养呢？只限碰奖养吗？你们养的猫咬的时候，我会找你们。拿出我的优点。
卡妹优点很多。嗯，卡妹有优点吗？哎，卡妹有优点吗？啊，我是说这个优点啦，对。卡妹不要误会哦。OK， 今天的第十名是，好笑。哎，博汉呢？博汉的卡我好像没做过。哎呦哎，那他可能没有，下次上山就找路卡。卡妹有优点，他有睡觉。你说的优点是真的优点。哎呀，对，我昨天关播后才发现那个小翔在小翔变成第四名的样子。对，对不起，哎，不是昨天了，前天，我那时候没有看到。姐姐很可爱算优点吗？好笑。哎，等等，找一下。笑笑。巴拉巴拉。大家记得买，对，我还要宣传一次，大家记得买七月的生写真哦，谢谢你们。あとは同じかな。 OK， 看一下今天第一名是谁呢。哇，柯佳连续两次第一名耶，恭喜你。没事，卢卡长别放在心上。对，我现在跟你说谢谢，谢谢小翔。卡妹的优点是姐姐很可爱，妹妹的优点是什么？妹妹，姐姐的优点是妹妹很可爱。大家记得买哟。一首，あれ？一番最初の音が出ます。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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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生写是什么呢？八月，还不能讲，我们已经拍了。谢谢露卡辛苦了，每个月的生写都好看，嘿嘿。あれ？ちょっと待って、おかしくなってる今。で、相遇、笑笑、博翰、リンゴかな。OK。OK。どうしようか。マジ。八月三十有比七月的还要香吗？还不能说啊。え、待って、磁石も落ちたんですけど、もうやだ。どこ行った磁石？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ちょっと待ってね。Where is my 磁石？いや、なくした、また。もう、磁石なくすのやだわ。押さえてよ。こうしよう。よいしょ。可能是不同等级的香。对。不、主题不太像就对了。OK， 今天的第十名是 Lingo， 谢谢 Lingo。第九名是博翰，谢谢博翰。第八名是笑笑，谢谢笑笑。第七名是翔玉，谢谢翔玉。第六名是吕冠，谢谢吕冠。第五名是 Sega， 谢谢 Sega。第四名是强大森，谢谢强大森。第三名是 Legun， 谢谢 Legun。第二名是少元，谢谢少元。然后第一名是葛佳，谢谢葛佳，辛苦了。OK， 那大家今天辛苦了，お待たせします。
我已经买好一个月的泡面。ゆかちゃん、ありがとう、大好き。ありがとう、大好き。谢谢卢卡，不会。谢谢晚安，谢谢卢卡，直播辛苦了，拜拜。ありがとう。あと最近気づいたんだけどね、我最近发现呢，我这边底下都是用荧光笔画，然后每个人颜色都不太一样。我发现蓝色很明显，绿色也蛮明显，粉红色不太明显。橘色，这样就有点明显。橘色也不太明显。黄色，啊，这样看就还好。黄色好像最不明显的样子。我刚刚就是这样，还在这样的时候啊。嗯，什么呢？好像蓝色跟绿色比较明显的样子。嗯，我看别人截图的时候才发现，发现黄色跟橘色有点不太明显。那你机か椅子についてるのかな？嗯，どうなんだろうね。多分床に落ちたんだけど。你颜色都怎么挑？为什么是黄色？嗯，其实随便挑的，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意思。对。但是我看一下，像是祥玉的甜甜圈是粉红色，所以想说，如果是粉红色的甜甜圈配绿色就有点怪怪，所以我就画了粉红色。对，跟图案有关系。嗯，其他就是不会因为名字或是。我不会因为哦他很可爱，所以我用粉红色，哦他比较帅，所以我用蓝色。不会这样分，对，就是看我心情就对了。然后如果现在橘色太多了，我就用别的颜色啊之类的。对，就是看哪个颜色现在人比较少。然后只有一阵是紫色，其他人的话基本上粉色、橘色、蓝色、绿色，还有黄色。用少女的心就用粉红色。如果我可以看我的是什么颜色，你的是粉红色，可能真的比较帅。所以绿色不是比较帅的意思吗？走心的，我想一下哦。九蛋是因为有我画榴莲呢，所以小米就用绿色。OK。一阵67分，还用特别颜色。没有，它有应援色啊。对，你们有应援色吗？有的话不一样。OK， 好，大家拜拜，辛苦了，下礼拜，礼拜天见。嗯，拜拜。也是比较榴莲，对我画绿色的榴莲，然后蓝色跟黄色的运动衣，我不应该用粉红色，对，对，绿色比较好。好啦，拜拜，晚安，またね，爱你们。